法国冬季打折季已经开始了，来逛逛我家经常去的这家鞋店吧。第一周就减到了70%，而且很多都是皮鞋减70%。这双长靴挺漂亮的，原价99欧，就是100欧，现价30欧，全皮。还有很多的靴子都是只有30欧。还有 Crocs 凉鞋30欧不打折，真的我一直 get 不到这双鞋到底美在哪里，好像也不舒服。还有很多的男孩的童鞋也都减了70%。挑到了一双白色的靴子，24欧，全皮的，但是理智告诉我这么白的鞋大概是伺候不了的。这双我也好喜欢，虽然它不是皮的，但是样式我非常喜欢的，可惜没有我的号了。大家觉得法国的打折季有没有很实惠呀？